各位，今时今日呢，你仲可以自由咁上网，但系而家有，唔代表永远都有。虚拟私人网络 VPN 呢，系今日上网嘅必备工具嚟噶。嗱，介绍翻我用开嘅 NordVPN 啦，吓佢可以保护你嘅私隐咧，隐藏你嘅身份。NordVPN 喺全世界咧60个国家，总共有5400个 service 伺服器，冇人可以追踪到你喺边度上网。亦都唔会影响你上网嘅速度。一个户口咧，全家大细可以6个设备一齐使用嘅。嗱，用底下呢个网址，关键词系 SAMNGX， 你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折扣。订购2年，最平咧系港币32蚊一个月，仲有一个月免费添。30日内唔满意嘅咧，可以全数退款嘅。向你推荐，几好用噶。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就上一节讲到英国嘅第二大城市，香港人好多人啊喺度聚居嘅地方吓，伯明翰咧宣布破产，就原因就系一个11年前啦，可以咁讲嘅官司，要赔偿，有关于同工同酬嘅官司啦吓，咁啊每个月嘅开支好大，个利息都好高，咁到而家都未赔晒吓，咁而再加上有其他嘅开支咧，咁啊最后咧就系要宣布破產呢個緊急嘅或者係法定一定要做嘅一啲呢個即係政策啊活動之外咧，咁其他咧就係宣布會緊縮噶啦。咁對伯明翰居民嚟講咧，係會構成都相當大嘅影響噶。我呢一節咧就想講因為香港啲藍絲啊，同埋呢個大陸啊啲小粉紅個反應，我覺得相當有趣啊。大陸咧就宣布咗呢個消息之後咧，喺媒體咧就喺大陸嘅社交網站上邊咧就係非常之多嘅討論啦。大陸嘅官媒啦，呢個小報啊，《環球時報》咧喺呢個微博嘅帳號裏邊咧報導呢個消息，就係話咧，伯明翰係英國第二大城市嚇，咁而家咧就宣布破產啊咁樣嚇，咁啊即係變咗熱搜啊嚇。咁就係講咧，呢個環球網就話咧，英國伯明翰市政府宣布破產。當地時間9月5日，英國伯明翰市政府宣布破產。伯明翰係呢個英國嘅第二大城市啊，咁樣咁啊，反應都相當強烈。咁啊，好多網民咧個回應就話：，哎呀，真係估唔到啊！咁樣嚇，國外連政府都能夠破產㗎，伯明翰居然係英國第二大城市，仲破咗產添啊！中國一定要贏到最後啊！笑死啊！原來英國第二大城市係被女權吸除破產的哦，咁樣有網民咧就話：，唉，學英語就白學啦，要改學阿拉伯語啦，咁樣嚇。咁大家都知道啦，就喺英國就有好多中國嘅留學生噶，咁大家趨之若鶩啊，就好中意去英國留學嘅，鎚金啊嘛，浸鹹水嘛，係咪啊？咁一個咁破落嘅國家，咁破落嘅城市，點解咁吸引到咁多啲大陸嘅學生嚟？仲嚟咗之後，千方百計想留低咧，咁樣嚇。咁而家你笑人哋啦，咁嚇嚇，咁就跟住就講伯明翰啦，第二大城市啦，話地方債咧還唔到啦，咁樣嚇啊。咁然後就話笑死啦，原來英國第二大城市俾女權咧就打爛咗啦，哈哈哈哈咁樣嚇，講道理同工同酬不過分，但我更喜歡看破產嚇。咁佢話咧，佢睇到嗰條關於男女職工勞動效率嘅差異嘅微博，國內一直都係同工不同酬啊，咁樣嚇，有啲咁嘅講法啦咁。咁其實咧就如果大家去嘲笑伯明翰破產。又話咧有20多個城市咧，就以前有7個啦，已經宣布咗啦，仲有20多個城市啦，可能係排緊隊，宣布嘅，輪流會宣布破產咁，就覺得英國好唔掂，好唔掂啊！咁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咁英國真係好唔掂，好唔掂嘅咁。但係中國又如何咧？咁我睇翻一個資料咧，就話即係咁多個城市，即係頻臨呢個破產邊緣嘅城市咧，大概係爭嘅錢咧係30 billion， 即係300億係嘛？300億英磅，300億英磅即係3000億嚇港紙咁上下啦嚇。300億英磅嘅債啊，佢可能還唔掂嘅話咧，我講咁多個城市20多個加埋嚇，係可能就會有機會宣布破產。咁大家啲小粉紅估唔得咁交關
啊，佢冇諗到講完之後回力標會翻返去自己嗰度嘅咩？中國嘅城市有啲經濟學家講咧就話95% 啊或以上比伯明翰差。咁比伯明翰差意思係乜嘢？就係話佢哋資不抵債嘅情況，佢哋連公務員都薪水都發唔出嘅情況，存户存咗入個銀行嘅錢攞唔翻出嚟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嘅。技術上或者係實際上，佢哋已經破咗產嘅啦。不過佢哋係冇破產嘅機制，係唔會宣布破產嘅啫。如果大家去嘲笑英國伯明翰，英國廿幾個廿二三個，或者甚至有啲人講25、26個嘅城市會輪流宣布破產呢。咁如果中國有呢個地方政府破產嘅機制呢，咁已經係中國大部分嘅城市咧都已經宣布咗破咗產，又或者已經係技術上面、實際上面已經係破咗產嘅。但係中國嘅機制裏邊咧係冇破產呢樣嘢嘅，中國嘅地方政府係唔會宣布破產嘅，甚唔單止唔會宣布破產，係唔會俾媒體去實際報導中國大陸城市嘅財政嘅情況，爭幾多人，你爭幾多債啦，你有幾多資產啦，你嘅稅收係點樣樣啦，佢係冇任何嘅透明度嘅。咁從呢個角度嚟講，起碼全世界包括英國嘅國民，包括我哋英嘅港人，知道原來伯明翰係咁喎，爭人咁多錢喎，起碼我哋知道即係收入係資不抵債，或者收入係完全係做唔到夠支出喎，咁樣大家透明度非常之清楚，盤數係攞出嚟俾人睇，攤出嚟俾人睇嘅。你話中國有冇呢樣嘢？係冇噶。從來係冇喺中國嘅輿論上面唔會報導，中國嘅地方嘅政府唔會有足夠嘅透明度去話俾人聽，究竟佢個財務狀況係點樣？只不過咧就係借東補西，借南補北，不停咁補嘅啫。即使佢係還唔到錢，有好多人上街之類，存咗入去呢個銀行嘅錢攞唔翻出嚟出現好多嘅問題咁，佢係唔會話俾人知嘅。咁所以有啲經濟學家咧就話咧，破產係一個完善嘅制度嚟啊！你話笑人哋破產係一個完善嘅制度嚟啊，係保護呢個成個市場嘅主體，話俾人聽我好清楚話俾你聽，我真係破產啦！我個城市係即係還唔起錢啦，資不抵債，起碼人哋知道發生啲咩事，咁然後咧個司法程序去保護一啲即係債權人等等咁樣咁而家喺中國咧。技術上邊95% 已經係實際破產㗎啦，不過佢唔宣布咁解啫縣政府、市級嘅政府同埋省政府其實佢個資不抵債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咁頭先講啦，即係根據美國英國嘅一啲即係啲研究就話有廿幾個呢啲 council 欠嘅錢咧。嗰個資產係唔夠咧，係大概係30個 billion 嘅英磅30 billion 即係300億嘅英磅啦。喺中國點咧？中國嘅呢個地方債透明度唔高嘅大家都係靠一啲唔同嘅即係媒體嘅報導咧總結出嚟嘅啫。係幾多咧？係9萬億美金，係61萬億人民幣。係61萬億英國講破產有機會破產係30個 billion 磅咁，如果用折算去港紙計咧，30個 billion 即係300億，即係3000億港紙咁上下。而家係9萬億，61萬億人民幣，9萬億英磅，不停係借債度日噶。貴州已經話啦，無力還債。向中央政府求助，雲南都係咁講，有啲縣咧還債嘅壓力非常之大只能夠保證公務員嘅工資發放，其他都唔得啦咁老百姓一樣即係平民百姓一樣係借債度日嘅，借錢度日嘅，地方政府又係借錢度日嘅，笑人哋做咩咧？你自己好掂咩？小風熊，你咁高興做乜嘢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咁呢個係常識，呢個係知識嘅問題，都係一個智商嘅問題。香港好多男士都係咁噶，
幸灾乐祸啦，即系睇见人哋大镬，英国好大镬啦咁样。其实即系如果讲管理不善啊，即系 mismanagement 管理不善啊，大家喺度嘈英国啊，笑英国啊咁样系嘛？同中国比，当然英国同中国又唔能够比嘅。不过中国自己好巴闭，话自己已经系屹立强国之林啊嘛，GDP 啊系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系排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啊，大佬佢已经再不是佢自己唔认啦。其实就系佢已经世界上嚟睇到佢系已发展国家嚟噶啦嘛，唔系发展中国家嚟噶啦嘛，唔系第三世界嚟噶嘛，大佬啊，系嘛？咁但系你睇得到啊？你个地方债啊，嗰个恐怖嘅程度啊，破产嘅省市，如果系真系要宣布嘅话咧，系占全国嘅大部分嘅吓，咁样咁你笑人哋做咩咧？系嘛？唔系50步笑100步啊！调翻转啊，你系200步嚟嘅，大佬啊，你衰到贴地啊！你真系笑人哋啊！咁香港啲男司就幸灾乐祸啦，大多数系嘛，就笑 Q 啲香港人啊？点解要吓？由呢個火坑啊，佢又唔承認火坑，總之跳咗個油鍋裏邊啦咁樣。香港係點咧？咁啊，香港當然暫時嚟講咧，仲係 OK 嘅嚇，仲係唔好似伯明翰咁樣嘅。不過咧最近呢一個財政嘅年度咧，其實危機四伏噶例如外匯基金嗰個虧損咧，去到2000億港元啦咁然後咧就係創下咗投資最差嘅記錄。財政儲備咧，即係靠我哋每日香港每日日常開支嘅財政儲備咧，而家係跌到8000億港元，大概係12個月咁上下嘅政府開支。以前唔係噶，以前係去到20幾個月嘅財政係非常之充裕嘅。咁而家係呢個投資嘅部分係好失利，咁於是咧就即係令到個財政儲備係急跌嘅。8000億嘅水平，3年前咧係20幾個月嘅夠，而家咧就係即係得12個月啫。咁而且咧即係嗰個赤字嘅開支力都係相當大嘅。經濟唔好又需要多啲嘅呢個所謂現金嘅匯水咁樣咁可能去到1000幾2000億咁樣嘅。咁香港嘅情況當然同中國大陸係當然健康好多啦，相對地係嘛，同伯明翰比都係健康好多啦咁。係咪就等於完全咩隱憂都冇咧？咁當然唔係，好清楚嘅隱憂咧就係香港嘅經濟究竟唔掂到幾時咁而家個股票跌啦咁啊又要搞一個咩小組去講鼓勵嗰啲股票人買多啲啊，要流通啊咁樣啦。咁股票跌其實唔係淨係話個人嗰個財富損失㗎，你個流通嗰個即係成交量低嘅話咧，咁股票靠股票俾嘅印花税都少咗㗎。經濟唔好，咁當然政府嘅財政收入都好差啦，譬如賣地會好差啦，流標嘅情況好嚴重啦，房地產唔好，香港嘅財政嘅收入咧好大部分係靠房地產嘅，包括賣地嘅收入，包括呢個房地產嘅印花税嘅收入，包括係好多嘅行業啊都係靠地產嘅，譬如地產經紀啊或者係一啲律師啊咁樣。咁如果個地產係唔掂嘅話咧，咁佢哋收入少咗咧，利得税同埋薪俸税咧都會少咗好多嘅。咁你見得到呢8000億嘅即係財政嘅儲備係可以捱到一年，如果繼續係經濟唔好嘅話，嗰個收税嘅情況係唔理想嘅話包括樓宇嘅印花税又好，股票印花税、薪俸税同埋利得税係會影響到香港嘅財政，未到破產，仲係有排，不過隱憂好大。然後咧，佢為咗增加收入咧。佢唔會坐以待斃噶，即係話咧呢個加税嘅情況咧，或者開新税種嘅情況咧，係會出現嘅。咁呢啲嘢全世界都有唔同嘅自己嘅隱憂嘅。不過英國政府就好坦白話俾大家聽，地方政府就我就宣布破產啦，好清楚話俾大家聽，透明度好高。咁你去唔去嗰個地方住？你會唔會搬走？你點樣睇自己個前途？咁啊清清楚楚咯。中國咧係咩都冇啊！香港咧有嘅，透明度相當高嘅。中國就咩都唔宣布啦。香港透明度相當高嘅，不過咧一味咧就係喺度粉飾櫥窗，冇事嘅，冇問題嘅，我哋好掂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個主流傳媒係冇將香港嘅實際情況原本本咁樣話俾香港人知咧，香港人咧都係蒙在鼓裏嘅。咁如果講，英國經濟唔掂，不過透明度係高，
知道自己嘅處境係點樣。中國係完全係將老百姓咧啊眼又遮住，耳又冚住啊，唔俾佢知，唔俾佢聽嘅。香港咧一味唱好嘅，咁大家選擇啦，我冇結論啊，自己覺得啊邊個地方邊個城市，再加上嗰個政治啊越嚟越差啊，越嚟越人生越嚟越唔安全，越嚟越令人厭惡，每日都喺度拉緊人係嘛？今日又話宣布拉咗一個咧，就係輸入線動刊物啊，即係輸入嗰啲羊村啊嗰本書嘅繪本又拉咗啦，每日都喺度拉人。咁你對於你嚟講，你覺得應該住喺邊度，你會覺得自在啲、舒服啲咧？咁你自己做選擇。傾到呢度，繼續支持我，非常繼續支持我，心有快春路。多謝你收睇，再見。